说了，这网吧我们包了，你们换一家。小满，上上，啥意思？我爸说了，高三了不要打架。我也答应了另外一个人，以后不打架了。但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有惊扰之处，望各位同学海涵。干嘛？有病吧这姑娘？肯定有病。说让你来打架，你干嘛呢？我说了我不能打架。那你叫上他们会怕吗？你们怕吗？要不我再给你们展示一下铁板。我虽然打不穿，但是我能打弯。我们走。你们真怕了？不是因为怕，是因为你这样的人还有女生肯跟你在一起，真的是太可怕了。你说跟谁在一起？神经病。哎，你别走啊，说清楚。我就知道你疼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吴大叔，我也来了。你走开。今天赵老师给我打电话说，你把左岸的裤子撕坏了。赵老师还告状了。受伤了？嗯。哎，爸，又打架了。没事吧？叔，您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呀？客人，客人那是对好朋友、好同学而言。你让小满帮你打架，你真行。我们不欢迎你。哎，我从小挨了郭小满多少打呀？您那时候怎么不叫他别打架呢？哎呀呀，干嘛？别叫唤了，说好了。东西给我。那父女俩满口大道理，其实都虚情假意，是非不分。是非不分。说什么呢？我说你的日记本。什么意思？你真的看了？我哎，不要这么暴躁。我就看了一点点，然后顺手放网吧了。郭小满。你就那么崇拜书呆子呀？整个日记本里全是他，你怎么不写写我呀你？写你呀？啊！本王子除了读书不太在行，其他的唱歌、跳舞、打球、玩游戏，哪样不是完爆那个书呆子？哎，我警告你啊，你不要一口一个书呆子。还有，日记本的事儿，你要是敢给我说出去，我一定追杀你到天涯海角。赶紧回去吧。